天神旨意，皆以信佛之人上天宫，免受凡间灾厄之苦。快走，这这这。神仙保佑！看看四周还有没有人。我这边连鬼影子都没有，我这边也没人，但是昨天晚上明明还有很多香客在这儿，肯定跟王元宝家一样被贼人给掳走了。上官大人，大概香客有多少人？具体人数不清楚。去知客院看看香客名册还在不在。好，走。兵部薛侍郎高堂崔老夫人，左监卫李将军夫人王氏，吏部徐侍郎之女徐九。这些香客非富即贵，贼人把他们掳走，究竟想干什么？该不会真被仙人给掳走了吧？上官大人，昨晚你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时辰？亥时一刻左右。亥时一刻到现在最多五个时辰，他们走不远。走，去大殿看看。你们这是要干嘛呀？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回避。且慢，大人，您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？我管他谁的产业，就算是天王老子的，今天也要一查到底。是谁的？你偷偷告诉我。这可是临江王的产业。对不起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对不起。嗨，我还以为谁呢，给我搜。是。哎哎，你们给我住手。哎呀，启禀大人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。不会啊，人一定就藏在西域楼。走，去仓库。挺熟啊。
蝉而已。哎呀，大人呐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个仓库除了粮食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你说你这光天化日的带这么多官兵来，我这生意怎么做嘛？来来来来来，你自己看看，真的都是粮食，我没骗你呢。来，你看看，大米啊，大米，哎呀，都是大米，我没骗你吧？大人，您就相信我吧，我骗谁也不敢骗官爷你呀。细雨楼总共有多少人？300口啊。300口？没错。300口用得着备这么多粮食吗？哎呀，临江王仁慈，这些粮食都是为逃荒的难民准备的。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您就相信我吧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。三炮啊，来，找人把仓库给我搬空。哎，给我搬！这里面藏了什么？这里面是我的私房钱。私房钱？我看你在里面藏了人吧？哎，可不敢瞎说，我害怕。来人，把这个给我打开。都给我站住！小样，你们一个个的老娘可都认识，这会儿给我装正人君子，都给我往后退！怎么着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啊，今天我倒要看看谁敢动老娘的棺材本！你们几个有一个算一个，我要去朝廷告你们！当官了不起啊？当官就可以欺负老百姓啊？当官就可以抢我钱呢？大唐还有没有天理？有没有王法了？看来确实不是这里。